对，我买了今夏最流行的粉香肠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？最懂你了。讨厌，快点进来啦。好，知道我想吃这个。当然，我是你的头号乖乖啊！好贴心哦。头号乖乖。哎，好了，我们来吃吧，我好饿，快饿死了。这个。哎，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班上最近有些新八卦。谁？我要听。我们边吃边说。好，我要听，你赶快说。哎，你不是喜欢吃腿腿吗？腿腿给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最喜欢吃腿腿。要干杯吗？干杯！剩最后一块。嗯，好，那你吃好了。给你吃啦。你吃，我在减肥。没有啦，那你买的。你吃啦。你吃啦。你不是喜欢吃这个。吃啦。你吃。还有你吃。我都不吃，凭你看。下。哎，胖子。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好累啊。几块啊？超饿，这给你。好想吃腿腿。不是最喜欢吃鸡翅了。我喜欢吃腿。没有没有，你妈跟我说你最喜欢吃鸡翅。我妈？你妈讲？我妈是你乖乖还是我是你乖乖？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哎，剩最后一块。哎，我要吃。那么胖了还吃？傻眼，又不买给我的吗？超干哎！我奶奶有先吃。哦，好啊，给你。姐，哎，你就是变胖了。我觉得还好啊，你脸又胖出来。真的吗？嗯。我以前我家人都说胖十公斤，我是胖子。你家人？很夸张哎！真的好，我也这样觉得。对，我感觉还好。嗯，可是我也要减肥啦，还是你想要跟我一起？真的吗？啊！好啊，你要去哪减肥？哦，我有去报名健身教室，我们可以一起当辣妹。好，一起。啊、好期待哦！啊，啊想当辣妹哦！我也想当辣妹。我感觉我是变胖了。哇塞！你这个肚子很夸张哎！我没关系，我不是走正妹路线。太大了啦！嗯，但很舒服啊。我这样很担心你的那个健康哎。太夸张了！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新闻，就是那个过度肥胖啊，那个心脏的负荷会变得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很健康啊，动动动。我觉得你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我来帮你写一下你的减肥计划。你今天晚餐开始。哦，你很夸张，我不要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今天我跑掉了耶！啊，怎么办？他看不到了，你上去看。啊，我看不到。他搬到上面去了啦！我再放大片。啊，难怪变小了。哎呦，你不要烦了，跑到别人后面了。有没有人工内衣啊？哎，我昨天好像把它用完了。用完了，还是直接用水啊？不能用水。能用水吗？啊，你往下，你往下看。这样吗？你往下看。然后我手，我要翻开，有吗？没有。好，怎么办啦？看吧。哎，你干嘛服装啊？嗯，我刚要约会啊。哎，你干嘛自己补胃药？哦，好啊。我跟你说，买那个增强膏超好用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好。哎，它很遮哎。很棒吧？哎，我们去拍照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你在哪里可以拍照？我家。我们去那个阳台拍好了。哎，没有，这边你看，这边面光，我们家这边光线最好。要不要一起？不要，我拒绝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没事啊。啊，真的吗？
那我们去看电影。哎，我好想看《终结玩家》哦。哎，好啊。哎，我们结束之后可以去喝一杯。好，喝一杯。好哎，我们叫帅哥。好想喝醉，被捡走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们要干嘛？没事啊。我陪我去买个东西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在这等。哈，你很没良心啊，都来找你了。好啦，不然我陪你到一楼好不好？我陪你坐电梯。傻眼呢、啊！我跑到我脑子里了。啊！太没用了。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？你要帮我、啊。哦，我帮。